可是它这样粘久了还是会那个啊。但至少不会掉下去，还是它没有水啊？它会是没有没有，它水底吗？下已经没水了，碰不到水了。哦，所以它才放网。等一个小心边界。可以，就你这，快来了，来了！你不要打，你不要打，让他打。脚下哦。他会挥你啦，小姐，小姐。你先让他上来。不，你让他上来，你让他上来，让你挥他下去好吗？哥在干嘛了？你的脚下。你就让他上来，然后，对，你离他远一点看，知道我上。哎、欸，你会输，你会输，你会输，他后面没有东西边界，因为他后面有。你真是太傻了，小姐。马文卓，不会打架啊？哎、欸，你后面啊，小姐，你后面。哎、欸，你还在去泡岩浆？没看到。你刚刚往前，然后刚好没有碰到，然后岩浆往旁边溜。屁股翘了一下，然后你往后啊碰到了。哎、欸，他为什么会有钻石啊？你给的、啊。他有钻石剑呢、欸，表示是我们这边的啊。没有啊，中间我没有抢到啊。对啊，应该是刚掉的啦。这也太霸气了！看到，哎，我刚什么都没有哎、欸，然后后面要结束，我就赶快游上來。凋零会自己死哎、欸。对啊，最后、欸、他可能最后缩圈了，对吧、啊？他有掉啊。你还有掉附魔金苹果，你看真的会掉吗？没有人拿得到的附魔，打不赢的、啊。我还掉去打凋零。刚刚我们最怕的就是酱油有没有直接跳下来？我刚刚二零一下，他刚刚叫我跳，我说要真的要跳吗？然后二零说有蜘蛛网，那还可以避免一下。好啊，二零这样帅多了，对不对？我们把你打下去，你却给他一个冠军，哇！这个太可爱了。這個、哦，吃到金苹果了啊！没吃到，为什么不给你吃？就是不给你。快！杀三个六六六。刚刚是不是没有铁啊？最后挖了没有铁啊？没挖，没挖到50%也挖不到啊！对啊，完全没有哎、欸。我刚刚说我看一下书，跟假的一样，对，跟假的一样，完全没有，有啊，二血开启啊！你们刚刚都没挖吗？有 bug， 不是我挖，汪汪在挖，他都没有挖到，汪也没挖，汪汪没挖到，一个都没挖到，对啊，他说会掉的是铁矿，所以也没有，也没有挖到，我们是挖石头挖到吧？是吗？我挖石头挖到一个铁矿，要挖石头吗？还是挖？没有，他说是鹅卵石，可是我们是挖，是我们刚刚是你挖石头挖到是指石头下面有铁矿还是指？哦，有一个铁矿、哦，白痴哦、啊，那不一样，不一样，白痴哦，又不哦，不知道哦，那可能他的这个铁矿狂热有问题吧？有问题，作者修，作者，铁矿之心，没用，没有效果。那你们要两队还是四队？可以来玩一下四队啊，刚都两队。有啊，对这个凋零这，是对哦，还有狂热哦，好啊，哇哇，好可怕，好欢乐啊！来，随机分队，哦，杰克，我们有物资队了，哦，好，物资队，就这样咯，走，啊，我们下期，走啊，英雄。好的。抢中间吗？中间有什么吗？好像抢中间都没有什么好处的感觉。不然你要怎么玩？就是抢旁边之后再说吧。对啊，一定要先从旁边叠过去啊！啊，只是我是说垫高啊，抢高处。其实都可以啦，看你啊，我是都可以的那一种。你先用鹅卵石吧。好哦。
怎么了？有一点突然忘记怎么做一样。快打破啊！我木头还没挖完啊，我要先叠过去啊。里面有两个木棒啊，有两个木棒。嗯，你就直接用铁镐吧。直接铁镐了吗？我拜拜了，我早上挖他脚下了。没事，他没物资。没有，他跟我们抢物资啊！哦、oh, ，对，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你东西拿一拿，快跑！跑哪里啊？东西拿一拿，往下跳。我这箱子就空的了。那你把岩浆也堵掉。我全部拿走。岩浆也堵掉，好。直接打他们。好。他没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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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看你，没有看你。啊，岩浆嘞？啊，为什么没到岩浆？我在切岩浆那一格。哦。好可惜哦，放个岩浆也许可以杀他们。在干嘛？他有拿到蜘蛛丝啊，连另外一边。对啊，所以那我们这边的我有拿、啊，那就公平一人一个，对啊，不然这样他们中间就附魔的东西啊，经验瓶啊，中介珍珠附魔台，然后不死图腾那一类的东西。哦，难怪，好像没什么要捡那个酿造台之类的东西，对啊。太猛啦！凋零出现，这个凋零一直想要打人。洋洋这一队也变黑曜石，这边界有在说吗？还没啊，现在准备了。哦，原来那条是倒数。对，是倒数。有有有。他们是不是要把水撤走，然后就不想把变黑曜石？可是这应该是很上面的时候的黑曜石哎，就是一开始就做失败了吧？
只是他们下面石头也没怎么挖、啊，所以他们没有那个啊，没有没有材料啊。是吗？他们只有木制品，是不是？对，就他们的铁，你看铁是从物资箱里面拿到的啊，沙漠的物资箱里面可以拿到铁。那你看他们，真的，一开始就失败了。凋零，现在谁都想打，谁都打不到啊！他们叠的太高了吧？什么都没有，就是跑得特别快的那一种，就是在。看吧，作者再不限高啊！大家都叠得高高的，不是、啊、应该是要开启凋零模式就要限高、啊、或是限低。反正再高也是25吧。怎么了？钓竿不够长，200开始想要勾他们下面那个。哇！小 K 在勾了。再见啦！欸、可以可以可以，不过钓人在攻击他。我刚刚那一场也是下去之后在游水的时候，钓人在打我，根本打到我了。最后是那个水不哇，杰克。都有水啊，要一开始就摔死不容易。哈哈哈如果被吊上去，可以用弓把他们射一下，把他们射下去的话，应该很帅。对啊。哎呦哎、欸，挥到了！有有有，我、哦、是巧克力挥的啦。没有机会，我是干嘛的啊？很难，还是很难那个。哦！哇哇哇哇！凋零这个，哎，为什么？这个凋零这个助攻。凋零神助攻，只是边界要来了，他们再不往前的话，就到这边了啦，不会在中间了。哦，还好，没有没有没有，他们还在说，还在说，说，还要再稍微往前一点。哎、欸，要吃边界了，还在合成。哇！哎、欸，有吗？他们还是有石头、啊，结果还是对啊。哦，20。对啊，他们有石头，哦、他们可以用。哦，洋洋快跑啊！还在那啊？没事没事，这个平台刚好让他可以那个，就被射死了。蛇要被堵掉了啦，20蛇要被堵掉啦，20。他跑到下面去了，人呢？蛇被堵掉了，好可怜哦。
只要赢了那个凋零就死。嗯。啊，什么都没有。耶！这是高空弹跳啊！嗯。你怎么没有把巧克力打下来啊？我你是说刚那一下吗？被拉上去的时候，被拉上去你可以打他。我说我就打一下而已啊。哦。而且没有，你知道我刚有珍珠，哎、跟那个杰克超刺激耶！我刚你知道我刚其实有珍珠，我可以顺上去，但是我没想到，有什么没想到？中介珍珠是不是？中介珍珠，我就损两个、哦，我就可以上去给你们了。我把你拉上来，然后我还互打，打一拳。其实你被拉上去的时候，在上面互打应该还蛮刺激。有，我们就打到一下、嗯，飞超级高，超刺激。欸、重点一开始跟那个繁星也很刺激，直接我早上挖你脚下的方块了，跟你打，可恶！啊，你有那个我有铲子啊，是不是？对啊，我也有木铲、啊，我那时候就是盖，然后就听到后面有那个泥土声，然后说哇，你赶快看是不是有危险？什么？这边是我们的地好吗？你们已经拿到一个了哎、欸，我们很贪心啊，贪心啊，贪心啊！然后泱泱，你们怎么有黑曜石？因为没有那时候我那时候就是把水拿起来做午睡水源的时候啊、嗯、因为我原本已经放好了然后我拿起来放、嗯、然后照理讲岩浆会往前会往前流嘛对不对、嗯、然后我就往回就是因为正常来讲水中间那个不是要往下挖一格嘛就让它流下去、嗯、然后我没有注意到那边已经变成鹅卵石了我就把水放下去就是它没有往下流它是往前流了你有听懂吗？有啊，反正就是简单来说，在做无限水源的时候，就变成黑曜石啦。不小心就，那你们石头已经有挖够了吗？没有，还可以啦，还可以啊。我刚刚是都推，所有时间都在挖泥土。因为我们跟繁星他们先打起来，所以我们一个比一个高。我们有两队，我们有两队的泥土。大爆，比高哎、欸，真的。直接跟你讲，直接做铁铲挖爆那个。大爆，一个比一个高，大爆，一个比一个高，吓死人。啊，我最后一场那个、啊。哎、欸。边界收缩一样，三分钟更快哦。啊，五分钟开始说三分钟，但重点是最后就说到一格，好不好？哇、wow、哦，一格好像太挤了，三格，这样你还可以上上下下，不然一格可能就上下不了。三格，只剩三格哦。好，哎，随机分队。哦，反击，对耶，去做铁铲。Hi.来，走，收资源，收资源，走。又要跳了，跳资源。二零要去哪一间？哪里啊？那几你要去哪？好，去一间。我们去三吧。好啊。玩去。你想怎么弄？我说我想怎么弄。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叠高啊，不叠高一定死定了。对啊，所以先做铲子吧。铲子啊，铲子，铁铲，好，然后另外两个就斧头吧，那个木头那个盾牌吧，嗯，感觉那个，嗯，一定要抢到一个物资箱哎、欸。对啊，所以钓竿。好，王王他们的好，嗯，那是我们的。做铁镐了，好，然后
好，放里面。我好多多用手。哇，我觉得是不是泥土更快啊？什么泥土？你说木材这样子的话吗？就是假如要有电的东西的话，是泥土更快，反而不需要什么石头，石头就只是基本的工具类而已啊。可是泥土有限啊。是啊。叫论效，叫效率吧。嗯。就泥土会比较快一点，但是假如说量的话，就一定是石头比较多。是啊。有碎石这东西吗？有啊，没有。我脚下、啊，咱要做什么？哦，碎石加泥土可以变四个那个灰囊还是什么的，也是电的东西哦。可是好像也没差啊，只是一个会坠落，一个不会啊。我们是不是要更多木头？我在撒了。OK。然后你，线放出来吧，我打。好。蜘蛛网带队。嗯，少一个在你身上哦。嗯。大家什么时候要往中间靠？我好了，好，我这边五十个石头，感谢。啊，那个钓竿有吗？啊，对耶。哇哦，三个钓竿。哇哦！好吧，出发。好，我叠，你叠，你叠吧。那这个岩浆桶拉哦。不是啊，你一直挖掉，我怎么叠上去啊？哦。等我倒水哦。OK。我们倒错边了，那样。可以的。你会用那个？水桶啊、哦，算了算了算了，我回去。就爬吗？对啊，会啊会爬。那你就爬吧，我把水桶收回来。我收回来哦。OK。哇，我来不及耶！你帮我放水，帮我放水。好。
可以吗？可以啊，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边加过来。你加油！你收掉了吗？我收了。啊、可恶，他因为他没那么痛。好吧，我下去了。他们做弓欸，三个，算六个。我觉得他是要控制你。对啊。想干嘛？来喽！我帮你看好了。啊，没办法，身体没办法，可惜，可惜，被挤啊！对啊，应该我们刚刚从比较边边的地方，然后我爬是爬也要时间，来不及。嗯，下面应该他们就躲在下面了吧？可是好快哦！欸，搞不好我有办法杀掉凋零欸。用水淹吗？不是，他凋零不会被淹死啊。问什么方法？躲在金砖下面靠他的脚。可是有运气啦。金砖，因为他会往下打，对啊，对啊，他是会往下打，对啊，所以就运气运气啊。因为你吃他一颗那个飞弹，你就快就受不了了。哇，他们做箭矢，哪来的羽毛？我看阿范应该就是酱油拿到物资的吧？对啊，想说在丢箭矢，感觉要下去了，我倒水流吗？应该是这倒桶水嘿。我被注意到嘞，哦，注意到了。好，一个冲了，酱油也冲了。究竟小房里的两位，应该 ID 被看到了吧？这灌浆一定很爽，真的是我就灌浆了哎、欸！你怎么拿吊杆砍人啊？哎呀哎呀哎呀！哇，666！嗨，嗨，你们怎么死了？超可怕的！哦，嗯，哇，好累哦。行，好玩。喂，嗨，我要爆料。嗨，我们又有黑曜石。谁又有黑曜石啊？不重要啊，这场不需要石头啊。我觉得泥土挖一挖就够了。对啊，对啊。而且，你要想这个，它泥土下面还有一层的石头都可以挖，很够，真的很够。你不要乱爆料，我们赢了。啊，我赢了耶！不是我在想，就剩这么一格，要不限高不限低，那就是像刚刚这样，我们到底在对啊？我们其实没有盾牌，我们还想说，因为这样就，所以我们就直接下来打。嗯。有人说你有木头吗？没有木头吗？没有木头吗？算了算了，不管走了。我们没有金苹果、哦，我们没有抢到那个。我们就是抢了两队两边的沙漠。对啊，我们一开始直接
直接做那个两把的铁铲，然后挖爆泥土桩。哇塞，速度超快！我觉得不管这个不能坚持做鹅卵石制造机，那动作太慢了。对嘛？你看鹅卵石制造机太慢了。对对，我就故意做出一个黑曜石，这样我们就无后顾之忧。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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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一定要限高限低的那一种啊，不然就是。应该说他家里的物资给太多了啦，就是那个土啊石头，像之前的在那边，对啊，之前天空方块无双就是家里很小，所以基本上你做出了制造机，没有做出黑曜石，你就是倒大霉了。那这就还好，地图不是说是强化版吗？就是比较嗨的，嗯，真的蛮嗨的。这其实泥土强化版它多了。